果要是有狗子，铃木是建在这里的，一共因为它是一共十七个塔，你这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破坏过的。你看它的边条，没有买这边的手机卡，所以就没有网。是啊。
就以后那个你们如果再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就去找那种 staff， 然后让他广播一下去就可以了。或者其实那个。上去到后面，现在那我们有的等了。个山子吧。对对对。这个就是上面那种 watch tower。没关系，是你的背影。谢谢爸爸。